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又到了我们的玩具时间啦！今天我们来拆开米奇的新玩具。我们有一个海盗版的米奇，给把刀给米奇拿着。哇，好威风啊，米奇！我们还有个海盗版的唐老鸭哦，也让唐老鸭拿把刀。哇塞，拿着刀的唐老鸭好霸气呀！这里还有个可怕的大怪兽，他也带了一把好锋利的刀。哇，好可怕！还有一个弯着腰的海盗版米奇，那米奇，你的刀。这样的米奇好有气势啊！米奇有一个望远镜，他现在要来观察一下海上的情况。海面上现在风平浪静的。这是什么？藏宝箱？米奇，快来打开看看！哇，好多金银珠宝啊，在那里闪闪发亮，叮当作响。米奇，你发达了。这里还有一门大炮，我们让唐老鸭来操纵这门大炮，这样就没有人敢来抢米奇的宝藏了。发现了一艘小木船，这是船桨。米奇打算划着小木船回去。米奇他还有一艘好炫酷的海盗船呢，船帆上是米奇的大头像，船上还有大炮。唐老鸭要来开船，船长米奇上船，他们要出发去寻找宝藏了。哇，树底下有一个藏宝箱哎，米奇快点下去看看。哇塞，好多金银珠宝啊，米奇你又要发达了。这藏宝箱放哪里好呢？就放大炮上吧。